但是好介绍基本。OK， 好的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r. One 五强股实验室，欢迎特别来宾丽云老师，他是我们这个某高中的音乐老师啊、哦。那音乐老师非常上进，除了会教音乐课以内的音乐课里面的东西以外，还额外教了学生木香鼓，所以丽云老师非常厉害。可是他不是专业学木香鼓，他接触木香鼓才短短的几个月哦，一年不到，几个月一年不到，那他就要这样子非常认真，每个礼拜来上课，然后教的就是最专业的木香鼓内容，然后要特别的给你们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来特别来教更难的东西，听说也是你们的期中考题。好，直接开始。直接开始讲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教的很难哦，节奏，摇滚节奏，动次搭次，动动搭次，长的豆豆是大鼓，短的豆豆是小鼓，右左手交替，节奏乘以三遍。过门有四种，很难哦。过门有四种，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有16分的，有8分的，所以比上学期更难，大家一定要更认真练习。节奏我们先来教一下，动次搭次，动动搭次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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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很棒哦，很棒哦。好，大家一起练习 ，One two three go。停下来，第四个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打过门。好，这是什么歌呢？一念之间，告五人最近要开演唱会了，告五人的一念之间，这首歌的副歌。我们来教第一个过门，动次搭次，动动，前三拍都一样，第四拍右左右左加速一倍的速度，手抬起来。OK， 我们来试一次。动次搭次，动动哒哒哒哒，五六七 go。OK， 左撇子看我，右撇子看丽云老师。OK， 好，第二个动次搭次，第三拍就变成16分，动动动动哒哒哒哒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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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ne two 开始。Very good， 非常好。第三个比较难喽，动次次次哒次次次，开头就直接16分，动次次次哒次次次，练习一下。第三拍，咚哒哒咚，会念就会打，会念就会打，咚哒哒咚，先摆一下我们的手，咚哒哒咚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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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哒哒。组在一起，动次次次哒次次次，动哒哒动哒哒哒哒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多练习。如果不会，可以暂停，慢慢看。第四个，动动次哒，先念第一拍，动动次哒。第二拍，哒次动，有点倒装句的感觉啊、哦。动动次哒，然后再来哒次动动。再来，吃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渐强往上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吃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弱到强，咚咚哒哒咚咚，吃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五六开始。OK， 都放在节奏后面，我们来对歌喽，听到副歌就开始了，一二三 ，Go。
来自告五人，超好听的哦。考试就考这个，赶快练习吧，加油！三加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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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种。拜拜。拜拜。